强抵抗力，吃辣椒就对了。吃这个辣椒的话，可以降低14%的死亡率。韩国吃很多辣椒，他们就发现相同的疾病，他们的死亡率比我们少。辣椒红素其实它就是所谓的贝塔胡萝卜素，用一点油去料理的话，其实对眼睛也很好，对提升免疫力也很好。里面又有维生素 A， 又有维生素 C， 对预防心血管疾病也很好。今天晚间8点，请你跟我这样过。东森超市33频道。